家好，我是 Masa。 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好吃的便当，我会用这个汤料杏鲍汤的奶油蘑菇汤，用这个地瓜面，然后加了一些很多那个蔬菜来做很好吃的地瓜面料。白蘑菇，这个就切小块就可以了。香菇的话，这边就先可以切掉，然后再切片。那红喜菇的话，把这个根的部分切掉，剥小块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那如果你想要加其他蔬菜，其实也可以加洋葱，也可以加一点点，切剥片。哎，那这边水已经滚了，所以我来把一些那个盐巴先放进去，哦，这个面啊，先放进去，再次搅一搅，开中火。那我把这个洋葱先放进去，炒到稍微透明，的样子就可以了。这边洋葱已经差不多了，菇类放进去，还有红喜菇，可以稍微补一点点那个油分也是可以。如果要加一些那个橄榄油还是奶油都可以，可以把那个菇类容易那个出来那个香味，已经变成金黄色一样，这样的话就有很多那个菇的浓缩的那个香气。这边你可以刚好旁边有那个煮面的这个水，那你可以加一点点。现在就要加这个 Campbell 金包汤的奶油蘑菇浓汤，这个也是看自己习惯，你要加多一点少一点，因为它是已经那个完成品了。先这样子搅一搅，然后看你要加多一点那个浓汤还是加多一点水，这个也可以自己决定。继续加热，然后等那个面的部分煮好啊，刚好煮面的那个部分我把这个青菜放进去，这个就只要烫让它变色然后软一点就可以了。面跟青菜一起捞出来，再开火稍微煮一煮，把那个面吸收一些那个汤汁，这样就差不多，那就可以熄火了。你可以装在便当盒里面是 OK 的，但是你要等到完全冷却然后再盖起来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这里我有准备了一些那个青菜，已经那个烫过，加一些这个蔬菜，现在是热的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装好然后冷却然后再盖起来就可以了。很好吃的奶油蘑菇浓汤鼻管面完整了。